易烊千玺经常以身作则开展公益活动，粉丝也跟随脚步进行希望小学的筹划与建设。日前，易烊千玺粉丝公布小学建设进度，在八月时，外墙已经在粉刷中，学生餐厅已经盖好，正在进行墙面装修，还有教师宿舍、穿搭室也陆续搭建好。放眼望去，已有校园的雏形了。在希望小学即将落成之际，粉丝团公布学生制服及书包，黑色的长裤，红黑组成的外套，胸前位置绣上校名“易烊千玺希望小学”。除了制服、书包之外，粉丝还准备了周边小礼物要送给新生，从硬件设备到服装、礼物。都脱离不了易烊千玺，难怪有粉丝羡慕地说，可惜自己太早出生了，好想重新上小学。